山东全是煎鱼，各种煎鱼。燕儿坝。怎么卖的？25一条。25一条。山东卖这个煎鱼的多，各种鱼，什么鱼都有。其实我挺喜欢山东的，现在山东淄博也火了。淄博以前可是我总去的地方。买点馅饼吧，馅饼怎么卖的？这一颗蓝的1.5块，还有韭菜那个韭菜盒子1.5块、啊，一个甘蓝，一个韭菜盒子。今天早上不玩豆腐脑了，玩点南方小馄饨。给我来一碗来，怎么卖的？来吧，来个6块的，我还有盒子啥的。咱这属于南方的呗，安徽的啊。安徽也属于南方啊，南方小馄饨吗？一天怎么样买卖现在？能卖2000块钱不？卖不上。周六周日行。人多啊。啊，是，我看人也不少。五一人多。我就是喜欢南方的小馄饨的皮儿，看、哎、透亮的。我这是上班，要不逛超市买点那个虾爬了，虾爬才40。等我晚上回家都吃了。我就觉得逛超市啊，人间这种烟火气，你逛完这一整天都舒服心里。人真不少啊，周六周日人能卖2000，太烈了。来沈阳这么多年，04年到的沈阳。逛早市是我一大爱好，夜市差，就早市，我喜欢逛。我有些最困难的时候，兜里1文钱没有，那也得逛早市。09年还是10年呢？有那么几天，老惨了。虽然我现在搁这装成功人似的，其实我还三十岁，只是比那阵儿是强多了。最起码我能来碗馄饨，来点馅饼啥的。抽冷的，还能下顿馆子。我也挺知足，虽然没有什么钱儿，但是我安稳的地方打工，能有个属于自己的房，有个自己的小坐骑。虽然我那坐骑不打地儿吧。挺知足，早上乐意起来逛逛早市，这生活我跟你说舒服了。还有机会去电视台，明天去，但是不一定能不能拍，因为我啥也没准备，啥也不明白呀。到那儿我就准备2句词儿，准备一个贡献一个早市的视频，就是啥也不拍。我也算个大平民了呀，这辈子我也进过辽宁电视台的直播中心，玩，走。